讨厌逛街。我们在逛街的时候，他坐在旁边等，即使戴个口罩，就是可能哎有人认出他的时候，他就会跑出去，然后我那时候压力就会特别大嘛。应该是说我成为林太太之后，第一次站在荧光幕前面，所以压力比较大。如果今天我只是陈若仪，我只是单一个这个角色的话，我觉得我就没有这么大的压力。但是因为我今天的身份是他的另外一半，所以我会觉得我压力很大。对，就是很容易崩溃。我觉得这十多年一直会被舆论攻击，就是长得很丑啊，然后就是你凭什么嫁给他啊？你有什么才能啊？你龅牙，就是那种各种的人身攻击，万箭穿心了啦。反正就是那个过程，就是已经过去了。但是后来又会有回想到，就是如果这次要出来，然后一度会想说有点后悔。我逛的时候，那你就坐在旁边等我。哦，是啦，好像每次都是这样啊。然后每次你那有陪我逛，你很少陪我逛街，好不好？你好自在一点。好，好，我刚刚运动完，放松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对啊，好啦。好 ，see you， 拜 ，see you。球吗？为什么压力会很大？我不过。你的问题太难了，我没有话题，我们还是朋友。梦想家，哎，我没有问你，安静。我在听，问吧，看看我能不能解决。